哇塞！哇塞！哇塞！哇，这什么？没见过这东西啊！对，拖上来，拖上去看一下。来来来来，看一下全貌。一、二、三，好像问的，怎么了？哇！哎，你干嘛呀？扎到脚了？什么东西扎到脚了？我不知道。什么？大祸吗？你是不是爬到他了？怎么样？医院？怎么了？我竹子把这咬断了。跑了，跑了，跑了。跑哪里去了？往那边跑了。我看一下。哇！跑了吧？在哪里啊？小白啊。我刚刚好像看到就往那边跑的呀。那我们再找一下，你看我锄头直接咬断了。叉子给你，叉子给你。什么东西？那用个叉子吧，用叉子吧，叉子也好用。什么东西能把锄头咬断了？这么粗的木头，是不是那个爷爷咬断那个水管那个大货？哎，是哦。刚刚是不是扎你脚了？这么大的水管都能给咬破？肯定是大货，因为我搬都搬不动啊，刚开始啊。是是是，没错。他应该跑不远，应该就在那附近。嗯，你去找一下，找他那个东西。会扎脚还是怎么样？我踩到扎到我的脚了。哎，这里，这是什么呀？哎呦，哎，是不是他呀？什么？小胖，挖出来，挖一下，挖一下，挖出来呀，挖出来呀！哎呀，扎脚，是扎脚，扎脚，扎脚，扎脚啊！挖出来，哇，好大！挖不挖得动哦？挖不动哦！来来来，一、二、过来！看到了！呀，怎么这么大？这么大？对，尾巴在这边，尾巴在这边。来来，给扣上来。大呀！哇！哇塞！这么大吗？一呀！不是这个，你看这个大不大？这个有多少斤？来，一呀，这个我估计有四五十斤了，估计四五十斤没问题。嗯，小胖，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，这个、没有刺怎么扎脚吗？这个刺也挺长的呀。这个不会扎脚。哦，这个是不会扎脚。是不是踩在这个地方哦？我手都不会扎。脚扎的。那应该不是这个。下水沟都穿了我。哎，再说了，这个刺个能把那个水管咬破吗？不知道，但是这个咬合力很强的。可能应该不是这个，我刚刚挖的好像比它还要大，我感觉。先拿上去吧。你刚才那个有没有这个大呀、啊？这个是很大了。我没看到，反正它就扎我的脚。那给它放起来吧，我再找找看。这烂了，估计就不知道是多大。来来来，给它放过去。小胖来给它放过去吧。我再找找。我再找一下哈。嗯。尾巴在这边。小白啊。嗯。要不咱俩分头找找吧。哦，那你去那边呗，然后我们从这里找过去，你从那边。行行，那我找找看。人家在碰头吧。好好好。好，谢谢了。小宝哥，哎，现在这大货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呀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我一挖的时候特别特别重，我感觉有100多斤。真的吗？他跑的就很快，你知道吧？对。你看这水挺深的，这个地方，你看。对呀、啊。这地方。对。你看这还有那个抽水管，是不是这个地方把我爷爷的那个管子咬破了？对，可能是，可能是。我看应该没有吧，这里面。前面看一下，好像白胖他们抓到乌龟了，好像。哎，这什么？哎，啥呀？就啥？什么？哎呦！你看我手，你看我手。怎么了？老公，慢点，我被一个刺扎到了。呀！我手抖。轻点。哇！好。哎呀！还剩一半。还剩一个吗？再一半。你看这乌龟，可以不？可以。哇，比我脸还要大呀！我去。表妹，这可以。这乌龟应该是我们今天抓最大的一个吧？对。你看。表妹比一下，哎，来给放下，表妹，放起来，到前面看一下，盆里面，好，咱们今天无论如何都把那个跑掉的大货给找到，居然都已经抓到了，被他跑了，可惜了啊，对呀，确实有点可惜，哎，什么声音？上货是啥？哎呦，大板子，一个大木头，你看到没？对，这地方有个能藏大货不？我估计。我看一下啊，没有吧？这应该会有。耶，这抓得动了！哎，真的吗？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看一下，你看它动了吗？什么呀？看一下怎么？我按着它吧。好的。等一下啊，来，我不知道它头在哪里。来，我按着它的背。你看这什么？什么货呀？你把它抬开。来，大花，帮我抬一下。我按着它了，在我这膝盖下面。膝盖下面呢？对，把抬开。来。1、2、3，哇！等一下，你看啊，这什么货啊？哇塞！什么东西啊？这啥呀？这么白？大甲鱼。甲鱼啊！这么大吗？哇塞！看一下。快跑！喂！抓得好快！哎！哇塞！小心点！哎！他自己跑了。哎呦，别让他跑掉！好大！这个好大！哇，表妹，看到了！哇，你好大，你看到没有？哇塞，这什么甲鱼啊？这个有30斤没有？这个太大了！哇，大伙来帮忙，快点！劲太大了！
来来来，表面烂旁边一点。哎呀！哎呀！哇！哇！这个大不大？这个大哟。看一下，哇、哦，有没有三十斤啊？这个可以，比个脸盆还大。哇、哦，你看一下。哎，你看，哎呦呦呦，这个好大。表妹，小心小心。有，赶紧给它烫起来。这个是里面我估计是几十年的那个甲鱼王。很大的这个。刚刚跑的那个应该不是这个。肯定不是这个，这个不会扎脚啊！对对对，来给它放起来，再找找看。给它放起来，放起来。这个大的肯定还在。走走走走，小妹啊，这里面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货呢？是怎么样？哎呦，哎，前面的什么？什么？快快快，看一下！哇塞！这什么？是不是他吃的脚啊？这怎么长刺了？这个东西啊，小胖。要头的拿，等一下我用这个叉子。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是不是这个东西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哎呀，回动，回动，回动！回动啊，回动！你看，看看。这个洞好大呀、啊！这什么？这个头应该在这边，它在往这个洞。等一下啊、哦，我把它翻一遍啊！哇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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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塞，这什么？是什么东西啊？哎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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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小心，小心！我旁边，我旁边！哇！哇头好大，头好大！推过来，推过来！哇塞！哇！老帅，我把拖上来吧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个这么大的货？帅，我把拖上来。这个是不是那个咬我爷爷那个水管的那个？我估计有可能是这个，绝对是哎、那个，小胖脚的那个，是不是扎人脚？对对对，哇，这没见过这东西啊！对啊，拖上来，拖上去看一下，来来来来，看一下全貌。哎呀，来来，拉不动哦！哎呀，好重，有没有一百斤啊？哎呀，估计哇，哇塞，哇塞，哎呀，再拉上来一点，你看他头跑了，这么大，再拉上来一点，等于往水里跑了，等于跑掉了。呀，没跑出去，哦，三。一哦，上去！哇塞！哇塞！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你让它吃，梆梆响啊！哎，小心，你别靠太近。这是乌龟还是鳄龟哟、哦？别扎到手，这个很扎人的、啊、这个。大、啊、宝，你说这个是乌龟还是鳄龟哟、哦？我也没看过这个龟啊。哎呀，你看这个腿肥。你看这个地方，刺，你看这刺，还有好多泥巴。哎，小心！哇塞！小心手哦！你看它头，这么大头啊！我跟小白出来这么多年，从来没。哟，快快快快！你看他头。我要不把他拖一下，快点快点。耶，要掉头了他。他掉头了。哎呦！哇塞！我拉腿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好。跑不掉，跑不掉，跑不掉了。耶，你看他头。好大呀！哇，你看。好尖呐！看我一个拳头。你别看那耙子是比你耙子还要大。哇塞！我一个拳头，你看。哎呀，这个咬了，这个大，就是这个大。完了，请你吃饭。这个我能不能带回去啊？这个啊，我就问爷爷啊，他如果看到这个货，一定很开心。饭少不了了，但是货能不能带回去，问一下爷爷好吧？行，那我们先往回抬吧。好好，走走走。哎，抬走抬走。哎呀，我操！好爽。来，一二三，哎呦，有。快手拥抱每一种生活。